便他一下，没关系啊，对啊，就这样，你就玩了，一开始玩了，这样才是玩音乐。好，这首歌这阵子写在一起，完成不到一个月吧，可是这首歌写了很久，这首歌写了半年，对，半年，然后大概我有很久很久很久都没有写歌，然后就写了这一首歌。那我也不知道它取什么名字，不过它大概是我这一年来在思考的一件事情。我在思考的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我现在发现，身在台湾的我们是没有根的民族，除了原住民以外。不过很多原住民已经汉化或者到都市之后，我觉得他们也被迫死根。那当然就更不用讲我们这种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人，我们的血液里面混杂了很多。不知道是河洛还是平埔还是什么，我们在对吧？尤其在彰化云林这边，很多人是客家人，可能自己不知道。云林那边有一个少安客，很多姓廖，其实客家人，可他们以为自己是土的啦。对啊，那我为什么会写这首歌？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从小到大，我们的教育，我们的各种政策，包括家庭教育、社会的教育，从来没有在教导我们到底是谁，我们从哪里来，我们的根是什么，我们是什么人。我们的文化是什么？我们的生活是什么？通通都没有。可是我们吸收到的都是美国的文化，我们吸收到的都是换过来的东西。可是你从来不知道自己在这个土地上，自己是什么人，我的文化是什么？通常只有到你出了国到国外去之后，然后老外问你台湾，台湾是什么？台湾有什么的时候，你都突然讲不出来，你就会讲台湾，台湾有小吃啊，对。可是呢，就没了。那我就觉得其实蛮恐怖的，就是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。然后是我后来从原住民身上学到这件事情，他们其实非常非常的珍惜他们的所谓母体的主体文化，然后非常珍惜他们自己的传统的东西，然后包括他们祖先的智慧。那我就觉得这一年来，我都在思考这件事情，到底我的根在哪里？对吧？我的根在哪里？然后最后这首歌我写了很久，最后是在恒春那边完成的，因为我看到一群阿公阿嬷在弹乐器，然后在唱什么东西，然后我刚好跟一个乐器行的老师聊到这件事情，然后那个老师是学古典音乐出来的，最后他放弃古典音乐，因为他觉得那是别人的东西，结果他就开始推广乐器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我真的超感动的，然后听完公阿妈唱完那些歌，我回来就把这首歌完成了。好，你们可以听看看这些新歌，随便打吧，那个默契啊。吹啊吹，吹啊吹，吹啊吹。
让你听到的